看看我自己，我自己现在这个腰腿疼痛特别厉害。你几几年？这个腰是大理。你几几年？我是属虎的，1938年。啊，老爸爸，你要当心了啊！你的筋骨都不好啊，整个身体的骨头都缺钙啊。哦，缺钙啊。啊，你现在要补钙啊。好。你要晒太阳，而且要补钙。你这个小便前列腺也不好。谢谢。因为就是说我这个腰部是不是有大灵性或者是小灵性？我看看啊。腰腿腰椎板突出好多年了。属什么属什么？属虎，1938年。八年老虎。啊。歪了。哎，你的腰椎间盘突出。然后还有点歪，哎，所以你的骨头跟骨头卡在一起就会痛，你要睡硬板床啊，好吧、啊，对对对，你听师父话了，而且你要经常热敷啊，热敷，好吧，好，啊，你要经常要多吃一点那个钙片，钙片好，好吧，谢谢这个有点小的骨刺，问题不大的，好吧，我就是我，因为我是想这个一个腰，我念的也礼佛忏悔文，也烧了不少小房子，就是不太明显好转。我想是不是什么大灵性呢，还是什么小灵性？我看看啊，看看，谢谢。小灵性，有个小灵性，你有一个小灵，你啊，你好像有一个女孩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女儿，好像有一个过世的女儿，好像就我有个妹妹，那很早了啊，很早是吧？我讲给你听啊，短头发，短头发，花白的，花白短头发，往后梳的，眉毛蛮浓的，是吧？鼻孔。那就是我要跟她念小房子，对不对？你给她念小房子吧。对啊。她也在你腰上，是要多少张呢？63张。啊。她在你的，她、啊、在你的腰的右面。右上方，你就在那个地方痛的，就是这样，可能影响，我就知道这个原因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